况且你只是一个丫鬟，又是一个镖师，我为什么要生你气啊？明若，杨潇，你哥都跟我说了，说你回京城，我们马上就成亲，我自然是要帮你的。各位商户啊，如果现在签订约书，我会给你们更大的优惠。来，请随我这边走。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我大哥这些，从来都没有。杨潇，我知道你是顾及岳子元的情绪，可是我们之间的婚约是父母早就定下的，岳子元就算再不能接受，他也得接受啊。白姑娘，我想这其中是有些误会，我只爱子元一个人，而且我跟我大哥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他应该给你转达过了呀。不可能，难不成你大哥还能骗我不成？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这里，如果有什么误会的话，我就都说清楚了。我杨潇，只爱岳子元一个人，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其他人，也只想娶子渊。一缕淡淡的月光蔓延成忧伤，你太过分了。我提笔写一寸相思长，你若门前青石的潇湘，你现在追出去也是挨骂。杨潇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上次银若对我的误会还没解释清楚呢，这次又这样，那不更是雪上加霜吗？子渊，子渊，你现在什么都不用管，有我在呢。我要给我最爱的人最强的安全感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爱奇艺